而我们刚刚才迎接2016年，慈济志工仍然马不停蹄到处送暖。在美国芝加哥和休士顿两地，慈济志工都进行了街友关怀，亲自做热腾腾的蔬食餐点，还有毛毯这些物资，让街友迎接2016。休士顿，全美第四大城，墨西哥湾沿岸最大的经济中心。然而，在城中区的街头，依旧有一群街友三餐不济。寒冷的冬天，就怕街友挨饿受冻。德州分会志工带了热食、毛毯前来发放。除了关怀街友，志工也送爱到受暴妇女中心。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几句贴心的问候，让这群被迫离家的人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慈济志工的贴心服务也在芝加哥的人民教会，他们带了200多床毛毯、手套和牙膏、牙刷送给街友，这次还加码准备丰富的热食。I like the food that comes from the ground. Vegetables, rice, beans, potatoes. Yeah. 除了过冬的礼物，慈少也为大家演奏小提琴。志工亲切的关怀，在寒冬中为街友带来一丝暖意。大新闻之声美志工，美国报道。